哦，一样，我们下刀。我很注重的就是中间，你中间你们今天都有做出来，就是你们下刀的问题哈。来，第一个下刀一定要直刀嘛哈，这是已经讲 N 次了哈 ，N 次了哈。要讲话啊，一定会有人打招呼的，有没有？还没吗？他是说正在观看。后来下刀不要这样子，像刚刚你发生的问题就是，好这样子斜斜走一圈，变成说你角度打开开了。我要的是深度，不是宽度啊。何谓的深度是刀子直一点哈，直一点。有人讲话吗？没有。我们那个专业会长进的，我不会长进。好，我要的是深度，现在看到深度了。好，我皮的厚度，当我下第一道的时候，我要知道我的皮的厚度到哪里。好，我们下到深度到哪里？我们不能斜斜这样子，啪啪啪啪啪，像刚刚你的问题就发生了。好，刀给我。啊，一样，我做像刚刚这样子，所以我把这个皮去掉啊。有人说师傅好，人家说武安师傅在忙。哦，武安师傅在忙，看掉白目了。看真的，你发现我现在发现越来越白目。没有，你讲啊，等下你要回复啊，你负责回复会。不。那然后我们不是说要分等份吗？如果说，好，如果说正常来讲，我比较不需要希望你们去特别去做你的等份，就天然的啦，就自然。其实你们做久了，你会发现其实等份不难哈。我现在抓给你们看哈。外面有没有人？看一下这里，刚刚有个在，在吃这边的，真假的？对啊，刚刚早上有一个在吃这边的，还蛮正的。他不是走了吗？走啦、啊，他等你过来哦，你哈哈个屁呀、啊！讲一些还有话到哪里去都不知道。是大概抓住了等分哦。其实，当我们每次下第一刀哈，比如说我今天不管我怎么下刀的。哇，那我就等一下，我走一圈，写一圈。我把，因为你会发现呢、哦，我们在做西瓜雕刻，我们都是要一个斜面。你没有这个斜面，你就没办法。这个斜面，它不能是直面啊、哦。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的斜面。比较随便哈，随便大概带一下你们知道。那我现在开始磕哈。那我后面我要在做的时候，刚刚你们不是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那这个这一刀下刀不能直的，要斜一点点，一定要把那个斜出来，这样子。我们在这个面，没发现我那面都是斜的，像你看到。好多是斜的面啊，那我先把全部做起啊。刚刚那道直线做给你看了。
你会再讯息我。好不好？你要吃西瓜，带颗西瓜下次。英文夸龙我。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。他就不理他。那我现在我已经坐到这边了，那我这边是前面没有在对对什么十字都没有。那我现在开始是不是我要抓我大概的距离？如果我这边等分不够，他比如说我距离是比较小的话，那我是不是第一个我有两种考量性，就是一个让它变小，一个让它变大，它变少片，一个变多片，我们要均衡嘛，哈，要均衡哈。好，现在到这边，好，现在两片的距离，好 ，OK， 那我就做两片的距离。好，这就会刚好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，如果说这个距离，刚刚我距离，如果说我做不到两片，啊，做不到三片，那我只能做两片，那我两片大小，我要把它刚刚好综合出来，平均出来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不用特别去画线去对它这样子，啊，好吧，好，那我们先继续哈。刀子要放血哈，血去掉。好，这一道第一个是厘清它的渐层。它的渐层，你会发现我西瓜都是放斜的，没有放直的，放直的很多不顺手，我要放到我自己最适合的角度，我磕起来的速度第一个才会顺手才会快。我下刀，如果你前面下刀够深的话，你在做的时候一定都会断掉，不要说你在磕的时候怎么磕都磕不断，磕不断你就第一个你刀子要重回去走一次，那，啊，你浪费的是一个叫做时间，啊，浪费是时间。啊，比如说在现场状态的话，随时要试着时间，啊，去调整你的刀法。交给你们是死的，啊，但是能不能够活用是，这就是你们跟普通在练习的问题。这样子，好，大概抓出来。那我们现在要抓线出来啊。偷懒啊，不做锯齿啊，练刀的手会酸。线条一定要由粗慢慢到细哈，才好看。好，不要断哈，每一根都要在哈，每一根都要在。好，下刀可以不用太深哈，不用太深。还没，等一下。啊，稳定度跟准确度就是在普通的练习啊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慢慢慢慢就越来越稳定了。你老婆帮我去全家拿东西好不好？对面拿他们的饲料。那你名字就可以了。拿我的身份证去好不好？有那个猫砂跟饲料哈。多吗？还好，轻轻的。
两箱啊，两箱的饲料，两箱的罐头跟那个，跟那个猫砂，木屑猫砂。不用都不好。哦，因为我拉的比较长，如果我一次过刀的话过不了哈、哦，所以分两段过刀。但是不要把它割断了哈、哦，割断就不能看了、哦。看清楚，等下那个影片可以去看哈。好，因为这是你另外一个习惯。嗯，简单吧？我都觉得很简单。可以吃长一点吗？哦，你中心点哈，我们把它去掉它。刀子可以磨一下，一点力都没有。好，这样子起来以后，我们再把它去掉哈。两刀中间这边一定要把它去的差不多哈，去的差不多，不然等一下你们在做的时候，两片中间在做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断了。好，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下刀的深度哦，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刀法。好，前面下刀的深度会影响到后面的刀法。有没有发现？啊，有刀痕，有没有发现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地方就影响到我们后面下刀的刀法。稍微去的哎、欸，整齐就可以了哈，不用说一定说一定要去到多完美多完美，因为当然其实你要后面还要下刀哈，后面还要下刀。不要担心前面会断哈，我们有好帮手，好帮手是谁知道吧？知道是什么？不知道，然后他们会教你，好，因为在开直播，我不用随便说出来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好，这做内的刀法就会下的比较简单一点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往里面做下去的话，
第一个，我们前面这个刀法很容易断，哦，第二个就是往里面越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被上面这些阻碍物阻挡着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的是时间，哦，时间，何谓时间？就是我们现场动态的时间。撑着把它带下来。这个帮我去那一个左边最上面最上面的抽屉，哎，有一只新刀，你看到银色的。我们做完这一圈，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前面做出来的哈。好，调整我们中间这个圆形，调整我们这中间的圆形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边好像比较凸，这边比较凹哈。我们先把它调整回来，好，稍微把它调整回来以后，我们再继续我们的下一刀哈。有拿回来吗？三个嘛，三个是不是？那一样，我们这边在下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这边再做一层，因为这边是有长度的。那我们从两个的中间再做的话，其实我们很难做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好，因为我们这边长度哦，比较有长度。不然你要从两个中间也可以哈，但是你要把它拨开了，一样。我们把它做尖，我们先往里面做下去，往里面，这边做到这边，这边两片的中间，这边两片的中间，哈。我是往内磕的哈，刚刚就说你的，刚刚你都没有磕进去，就是在这边。其实下刀很简单哈，下刀简单，我们只是直刀下来。不要把它想作是一个哇靠，这个要闪来闪去的多难磕的，像我们比较粗鲁，你有发现吗？我都没在管它，我都没在管它，反正其实当你下刀下手熟悉以后，你会知道什么地方是很容易断掉的地方，我们只要闪过那个容易断掉的地方。越碰到肉的时候，它是越脆弱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哈。还有就是我们有西瓜籽，但是我们不能磕得过进去。你磕得太进去的时候，你有磕到籽啊，磕到籽的时候，就代表肉就会烂烂的，所以我们都要注意跟小心。哦，你会发现现在这个西瓜，它都中间都没有感觉是凸起的感觉，有没有发现啊？
所以说等一下我们要让它不凸起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外面下刀就不能直接的啪一下就下去，不然那个角度你们觉得哪里不好啊？这个习惯很好，看样子一边做完再稍微整理一下啊，整理一下一样两片中间够简单的啊。好，把这一层尖的做完以后，下面我都会做圆的，我就不做尖了。中心点不要误差太多。何谓中心点？就是我们这个机关的中心点。因为你会越磕越歪，或者越磕越左边，越磕越进去。但是我们中间点误差不能误差太多。记住，刀子在下的时候要注意到你其他长的地方哈，不要把它划断了啊！一直往内做进去。也就是在这中间，你削的不够多，所以你不会没有往哪里补下去。哎、欸，你来了，蛋瓦姐啊，我一个一个处理起来，其他人较侪哈。好，一样刚刚说的，把我们中间的点把它抓回来。如果有断掉的话，不要去理它，不要去理会它太多哈，理会它太多哈，输的是自己哈。好，输的是自己，再往内做哈，再往内做。这个是刚刚断掉的，我不管它，我一样会往内做。我现在做圆圈圈啊，也可以用槽刀槽是最快的，但是我通常很少在做这种偷懒的动作，我的刀子就不用来，就不用换来换去了。但是你会发现中间这个圈越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圆你要越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会越来越明显，这个中间这个圈圈会越来越明显。好，中间这个圈圈你会发现，如果你没有让它变圆的话，你会发现这边少一刀，中一刀少一刀的话，它的圆圈会慢慢会失去它的圆圈，而且会跑掉，会跑掉，你会发现吗？这样子应该很清楚的看到了，好，稍微有点跑过来，好，这是往内做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。好，我现在，等一下就继续一直往里面做就可以了，好，一直往里面做。好，我现在偷懒，那我现在大概做个花的心在上面了，因为我要先带外面的，好，往里面做都是一样的方式哈。花嘛哈，最基础哈，万用哈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但是你要一个基本的会割的话哈，就简单了。要知道我们西瓜的深度到哪里了哈，不要再继续再深下去了哈。再深下去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又被我们看到籽哈，黑黑的籽就会出现了哈。我知道刀自己的刀放下去哪里。哦、不要凸一颗，像刚刚那一颗一颗奶头在那边啊，你要让平整去把它帮你把它夹起来，这样。啊，这个刀带过 ，OK 吧？有问题吗？好，
个现在这边的问题是在这边哦。刚刚说的你们每次在带的角度哦，为什么你们西瓜肉的颜色都没有带出来啊？西瓜肉颜色，第一个深度，像我现在我已经看到西瓜的肉，但是我不能叫直直的下刀，直直下刀的话不会太细，不会太细。那我下刀的方式会这样子，来，我们先开刀探虚实哈，有没有出现黄肉？有了吧？我这个正面看得到黄肉吗？好，这个正面，好 ，OK。那我们后面每一刀都跟它一样，好，都跟它一样。你还应该休息了。对啊。那也可以到很晚了嘛，对不对？今天你要小鸟是吗？还是继续？特别喝水。没有啦，等你的不上一个。等一下你坐我旁边啊。那你是坐我家边啊，你是坐遐。哦，我先坐一下。嘿，嘿。那看是贵啊哈。哦，你发现，哎，这边的颜色，你发现哦，正常来讲，我们要西瓜刻的漂亮的话，我们西瓜的肉占一半，白色的占一半，正面看到的效果才会有，哦，一半一半效果才有渐层才好看。那有时候你们在刻啊，可以刻，因为有时候西瓜他们在种的时候会有个问题出现，它的厚薄不一，越刻越厚，或者是越刻越薄。我们要随着刻厚刻，就是肉皮的厚跟薄去随时改变我们的角度，但是这些稍微的角度的改变，那是在于说就是正面，就是我们刻好别人是看不出来，一点点的变化是别人是看不出来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看着我们的锅啊，哈，看着我们的锅啊，好，就把我们角度抓出来哈。最漂亮的角度就是50% 跟50%。因为我都没有在对前面了哈，那我这边到这边完蛋了啊，哦，不长不短，做三个又太小，好，做两个，做三个我那个就不够我做，做两个感觉哎好像又差不多，又好像比较小一点点，那我们包子放过来一点点，转大一点点啊。如果我们一直去照着我们的本分去做的话，你会发现哎其实到后面哈，哦，我们在做的时候会怪怪的，这样就不会怪怪的。好，等份看起来是均是一样的，这样子。好，啊，要做锯齿吗？来做一下，意思意思一下。啊，这个很简单的刀法哈，锯齿。锯齿的话，其实哈，通常我会建议要带点绿色啊，绿色的皮，这样我们做出来的才会有三色效果，就是绿色、白色跟红色啊。今天我们西瓜是黄色，就绿色、白色跟黄色，我们会有三个效果出来啊。今天要带到绿色的皮。我刚刚你觉得你的西瓜蛮白的，因为你都没有带到绿色的皮，对不对？那你下刀都试试看哈，带一些绿色的皮啊，带一些绿色的皮上去，它看到的渐层效果更不同了。啊，我这下刀法是很简单的刀法，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在动态的时候。好，我们要如果说我们今天时间够，那我们可以下难一点的刀法，比如说再一层，好，再一层，还是再做一个小动作这样子。如果今天我们的做完，我们时间不够的话，那我们刀法下的简单一点，但是要把我们的该有的规格还是要把它做出来，啊，还是要把它做出来。好，现在这个一定要由粗慢慢到细，这样子，粗慢慢到细，不要歪来歪去啊。好，这一颗好，我们要做 ND 的时候还要再一层，还要再一层，不然你们没办法做 ND 啊，因为它的面哈，它的面还不到半颗面。好，前面下到深度会影响到后面下刀啊，所以我也知道。那两个的中间，那我刚刚不管我怎么做，反正我现在对称两个的中间再来下刀，那等一下我们做出来就会是一样均等哈，它是均等。你可以做叶子，好，也可以做一带耳石哈，都可以哈。
如果你前面下刀深度不够的话，你现在你要拔肉的话，你就辛苦了哈。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很粗鲁哈，想说赶快把它去掉哈。好，这颗瓜的重点是在中间，所以我们中间的圈圈特别大，哦，圈特别大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中间当中间的圈圈特别大的时候，那我们旁边其实要刻的层数就变小了。只是你中间本来一开始在，只是你中间刚刚花比较多花一点时间，但是你会发现，你中间刚刚中间多花一点时间，等一下我们做到后面的，其实旁边的层数就变少了，你会发现。好，旁边的话，其实我们的层数，比如说我们就带一个简单的细致的刀法带过去就好了。好像这种你感觉哦，比如说你没有很有把握哦，说一把它就断了，那其实我会在这个地方哦扶一下，啊，增加我的速度哈。现场状态的话要干净利落哈，不拖刀哈。好，角度稳，插一下很重要。现在中间白白的，旁边一点点绿绿的啊。那我现在我就把我所有刀最后的 edge 刀全部连在一起啊，这个是我蛮常用的手法啊。好，让我们的对比哈强烈，但是这样子下刀，我们必须的就是粗哈粗细要是一样哈，不然这个对比强烈的话，它的破绽会很大哈，破绽会很大。所以我们的颜色这个粗，像我们现在这个线条的粗细要差不多哈，不能说你歪来歪去，然后像磕到后面变闪电一样哈，那你就欠人家骂了哈。但其实我没有动什么刀，已经到半颗了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已经到了半颗了，而且我们这还是蛮大的锅。好，跟着它走一次，跟着它走。对比啊，对比打开就是从这边下下去，这刀不要下得那么斜啊，志伟你刚刚下太斜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下太斜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磕不到半颗的面，结果距离那么宽，所以就下特别斜，看起来特别怪啊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重点。我已经到了半颗面，然后我就收手了，停了，我就不做了啊！我大概先做一次给你们看。我有一支啦，都有，结束。好，这刀下来主要是让我们这边跟这边会有对比射出来哈，而且我们这边还要做个 ending 收尾，然后做收尾。这个就这样子，然后我这边会掉的那一面这样上就是不会掉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话啊，好，这边旁边就有一个对比的感觉啊，就出来了。好，好，镜头带过来一个。扫一下，扫过去。
好，搞定，直播完成就好。